啊，我等着他踢出去，让我净身出户。但是他那么强势，我们能怎么办呀？除非在他动手之前，咱们先转移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啊，我们的关系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刚才你那么一闹，让认识我的人看见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那个女的，她先撞我，然后还骂我，我生气嘛。大力哥，大力哥，你看我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嘛，大力哥，好不好看嘛？好看，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下不为例。嗯，我保证。哥，嗯，你真打算就这么继续忍着他呀？忍忍呗，这婚也不能离呀、啊，离了我什么都没了。可是我心疼你，你也就算了，阿姨年纪那么大，你真的打算让她搬走啊？老家的房子都荒废了，我姐那边三代人住不到60平米的房子，我送她去哪儿啊？哥。你对他还有感情吗？哼，感情哪有什么感情啊，现在全是厌恶。这八年仗着他父母投的我们公司，处处压着我啊，而且我在家里边啊，我就看他的这个脸色，我气儿都不敢喘。太欺负人了，但是我真的担心，我担心他一生气就离婚了，或者做什么伤害你的事情。你以为我傻呀？啊，我等着他踢出去，让我净身出户。但是他那么强势，我们能怎么办呀？除非在他动手之前，咱们先转移。你看我这脑子，这都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轮得着我动作？谁说不可能啊？哥，你真的转移了？啊，我太崇拜你了，你真的好厉害呀！厉害吧？嗯。告诉你，哥厉害的还在后头呢。小老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，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啊？没有。哎，你看我这个脑子啊，我有一个重要文件落这个书房了，我都忘了这书房住人了。那你这脑子是不太好使啊，他都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。大半夜的跑到人家小琴的房间里来，门都不敲一下，你就不怕他光着啊？哎呀，老婆，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。哎，小琴呢？琴出去买东西了。那个老婆呀，老婆，老婆，生气了啊？我看你最近是挺忙的，公司这么多工作，又要忙着陪那个小狐狸精，还要忙着糊弄我。老婆，爸的电话，这么晚了是不是打电话有什么事啊？你接一下啊，你接一下，接一下，接一下。喂，爸，胃癌。